音乐厅真是入宝山绝不空手而归，这么美好的乐团是我们的孩子德六乐团，他们能够为老师的来演奏，每一位都相当的尽心尽力，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舞台上有好，没关系，有人快闪部队来了，快闪部队我们就让给他30秒，给你们30秒的时间，预备备